一个人的想法呗，他想这么炫就炫呗，是吧？反正我没有，我做不到。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不仅看过这样的照片，还看过很多其他国家的，就是并不是人在炫富的一个照片，还有就是各种不同职业他们也是一个假摔的照片。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激发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创意。这又不是说相声和小品，感觉不搞笑，就是博人眼球的多一点。大部分都是美女啊、豪车之类的，还是就博人眼球的。